天哪，艾丽的妈！您说我太太在借谁？崔远佑。知道比爱情更伟大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不再继续爱下去。李秋卿，你真的另外有男人了吗？那条手帕可以给我看吗？秀琴是我们的宝贝。不要过去，忘记一个人本来就很痛苦。我已经把心情整理好了，我决定。 要跟艾丽结婚，让你为我心痛，对不起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《幸福的守候》。